陈坤在微博上晒出一张帅照，并配文：我点烧酒时阿姨要看我阿滴，我笑了。原来他去吃饭的时候点烧酒被疑是未成年，从而遭到店家阿姨查身份证，随后还评论说我要多点几道菜，引发网友热议。陈坤也是一个很多年龄段的人都认识的一个大明星了，年轻时候的陈坤也有着小鲜肉的时期，不过不同于现在的小鲜肉，那时候的陈坤除了颜值也是有着实力的。那时候的陈坤随着金粉世家爆红，不过似乎有点难以适应大明星的身份。后来陈坤也因为性格的原因有了一点负面新闻，不过最让人震惊的也还是陈坤后来宣布自己有个儿子，但是没有孩子的妈妈。现在的陈坤已经是43岁了，有时候现身的时候也是很随意，不过打扮起来的时候真的是气场全开的样子，之前和17岁的儿子同框也是显得更加的年轻，就像是同龄人。